迷你妈妈。
是我们的抽奖时间，这次会抽出一组 Rush 一弹的四星 Lucky 卡给一位观众。一组里面有三张卡片，分别是水军、炎帝以及雷公，这三张会抽给同一个观众。抽奖方式一样，按照这部影片订阅蜜莉妈妈的频道，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这次的留言内容没有限制。抽奖资讯一样会放在这部影片的资讯栏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